大家好，我是晨晨，然后国三一班，好，然后就是我想分享，就是我觉得就是这门课的话，就是我觉得我很感兴趣，因为以后就是我觉得我很希望就是走这方面的职业，就是然后就我觉得这样子就可以帮助我，然后我觉得真的很有趣，虽然说很艰深，就是很难懂，然后就一步一步照着走，但是就是而且也没有一定的那种规律，反正就是很难就对了，但是很好玩，然后从头到尾都很好玩，感觉就是自己很聪明。然后就是很谢谢，就是很多老师，然后一直就是很辛苦教我们，就是我们都不懂，然后就一直教我们这样，然后就是最后一节课有点小感伤。然后就是对，反正就是这种就是这个也可以对，就是比赛很有帮助，然后对比赛有帮助。我就是很感激，然后怎么说呢？情义夫，情义夫词，对，谢谢大家。